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士大，以及世信大典，欢迎你来到2018年台湾灵会的嘉义，这是中岛灵窟。我是为鹿港来的台湾好士兄，我的祖先是妈祖，民族天兄活力妈。在今年灵会，台湾好士兄以及台湾创意玻璃团队共同打造一座通天桥。通天桥的灵会最主要就是要庇佑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庇佑所有来到咱灵窟的世世代代，会当合家拢平安，庇佑恁会当万事祈求万事成。欢迎大家来参拜妈祖，来参观通天桥，接受众神的祝福。用咱虔诚的心来朝拜妈祖，妈祖会庇佑你心想事成，会赐你福气，赐你财气，赐你好运气，更加会赐你有好的姻缘。在今仔日的现